的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宴会 IG 红什么，我是宴会，我是社群小编一家。一家，我们刚刚拍了这么多美照，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很棒？我想要赶快 po 上 IG 了。而且这里光超好哎、欸。对，哎，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来到什么网美店？不是哦，其实这里是全新改装的大润发中人店。居然跟我以前逛的卖场都不一样。对，变得超时尚，超好拍，对不对？而且等一下还有非常多不同的主题区域哦，我赶快带你去逛逛吧，走。家，我跟你说，这边有这个 LED 招牌，是不是让整个会不会变得很不一样呢？这个很像在逛精品百货哎、欸，对，非常的时尚。而且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一片酒区，酒墙，有没有觉得仿佛来到了欧洲一样？真是太美了！我跟你说，听说这里有一支酒非常的好喝，就是它，纽西兰的苏维翁白葡萄酒。据说这支酒好，它来自纽西兰，非常厉害。它喝起来呢是有点微酸，还有清香感，非常适合用来配海鲜。而且前菜是不是也很适合配这支酒？对，真的太适合我们了。对，吃饭的时候微醺一下，就买一瓶吧。好。一下，我跟你说，这里呢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地七八百支左右的酒，种类非常的丰富哦。超多。好适合三五好友一起聚在一起喝哦。对，而且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吧台。对，赶快来喝一杯吧。好。对，现在这个天气真的很适合喝热红酒哎、欸。没有错，非常的暖身，好想来一杯哦。对，但是我们刚刚去各自挑了各自喜欢的酒，嗯，然后像我挑了这两瓶，就是其实网美最喜欢的就是粉红酒，对，外表超级粉嫩。然后这一瓶是来自南非。然后这个是法国的酒，对，然后它都是葡萄酒，然后它不但是外形非常的，就是女生拍照都很可以呀、啊，整个就是我们那个 party 的最爱。对，那你挑了什么酒啊？哇，像我这个人呢，我非常喜欢外表好看的东西，对，要很提花，对，很提花，富丽堂皇，所以我选的这一支也是，因为我是被它的外表吸引，对，它是这个法国的这个粉红香槟，也是粉红色，对，也是粉红色，就是网美最爱，我自己也很喜欢喝香槟，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支。然后还有这个超级可爱，除了这个网美风，也有这种你看，对，可爱风，欸、这个送礼很 OK， 对，就是这样子一手可以提着，而且我给大家看里面的酒长什么样子哦。好，有看到这个吗？好可爱、哦，超级可爱的这个迷你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如果朋友打开，就是哇，收到这个礼物就会超开心。对，而且这一瓶大概才200ml左右，对，所以也是非常适合大家什么聚会啊，或是。大家开 party 的时候来喝这样，所以这边呢，大润发这边还有各式各样、各国不同的酒给大家做选择哦。我先带你来到我最喜欢的烘焙区哦，有看到上面写我的烘焙职人，好，非常的明亮，而且这里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面包可以挑选。对，而且这里有台式各种的台式面包，哇，有我最爱的肉松，肉松，然后还有起司，然后酥皮乳酪，然后还有超人气的菠萝面包，我肚子好饿哦。可是怎么样，我最爱的吐司呢？哦，没有关系，我现在带你去找吐司，就在前面走。好哎、欸，好，你有看到这里呢？其实现场都可以看到师傅哦，在现场做这些面包，非常的卫生又令人安心。哎、欸，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吐司柜，好多不同种类哦。那你最喜欢吃的吐司是什么？当然是现在网美最爱吃的生吐司。好，说到生吐司，不用担心，这里也有，就在那边。这里也买得到哎、欸，对，它叫做极致生吐司哦。对，而且我跟你说，好，我刚刚有偷偷问师傅它的秘诀，它是使用这个日本的面粉，还有纽西兰的天然奶油，没有错，而且不含任何的什么人工的，对，有
吃起来完全就是没有负担，对，非常的新鲜。那到底口感如何？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试吃吧。好，一家我们试吃，我们来挑一个哇，非常有质感的这个地方。对呀、啊，好像来到了日本的感觉。而且你看大润发非常的贴心，像现在防疫期间，它还有设置这个隔板哦，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安心。没有错，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吃一下这个味道吧。好，来我来挑一个，我先吃哦。好，它好香哦。嗯，对，我还没闻味道，忍不住先咬了。哇、哦，吃起来好软嫩哦，而且很松软哎，超绵密的。刚刚是有问偷问师傅啊，他说其实他在那个搅拌的过程中加入很多的乳酪。原来，所以它好吃的秘诀还有这个乳酪。嗯，真的好好吃哦。你等一下打算带几包？五包。好，我们全部把它扫光吧。扫光。我跟你说，我肚子也有点饿了，没有关系，大润发这里还有美食区哦。而且我跟你说，这里的美食有多厉害，因为据说这边的美食总监还待过米其林餐厅，所以他们的食物一定非常的美味。对，那在介绍这个料理之前呢，今天呢这边要帮我们出一个小游戏、小关卡了。那我们就请来这个大润发中仑店的马经理。Hello， 嗨，两位美女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大润发中仑店的马经理。那今天很高兴两位美女来到我们店。那我们出一个小考题，就是我们美食区啊，哪一样商品是卖的最好的？哇，我们来看到后面这么多美食，啊、真的是太难猜了。是啊，我看一下哦。好，其实我刚刚已经锁定了一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红烧牛腩饭、嗯。它很棒，很棒，很棒。那我要猜100元以下的，一定最多人点鸡肉咖喱。OK， 哇，现在太平价了。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恭喜你答对了。我的红烧牛腩饭呢，入口即化的口感，深受我们消费者的喜爱。对，所以它目前是卖的最好的一样商品。是我跟汪就是看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些料理哦，每一个都是我很想要吃的。而且我刚刚看到的价钱，我真的觉得哇，也太平价了。因为这边的就是美食总监待过米其林餐厅，可是你们的价钱还是非常的亲民哎。是因为我们的期望的是能够推出高优质跟平价的商品来满足我们所有消费者的味蕾。那期望大家都能多多来中仑店品尝哦。好，一家刚刚呢，我们在美食区选出了非常多美味的料理，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试吃一下吧。好像我现在呢，这一盘呢就是这个牛腩饭，刚刚经理推荐我一定要吃的。那说到牛腩饭要好吃，一定要试试看它的牛肉，我现在赶快来吃一下。好哎，嗯，天哪，入口即化，突然的表情，整个还倒退，就是很满足。对。对，它真的很暖嫩，而且它很香，就是牛肉味很香，然后配上它这浓浓的寿司，好美味，还有一些蔬菜什么，真的好满足哦。嗯，而且你的呢？而且它每样餐点都是用这种大盘子装，然后又配上木子桌，哇、哦，高脚椅，整个很高级耶。我很像来到那个什么高级餐厅。对啊，对，真的是享用这个很贵的料理的感觉。好，那我现在来吃这个是印度的鸡肉咖喱。看起来也是很好吃，而且它好像是要一口然后配饭，如何？嗯，浓吗？浓吗？咖喱味香吗？味道很浓。哎，再扒一口饭，我现在没办法讲话。对，看来我自己也很想吃。嗯，它的那个咖喱味怎么样？咖喱味很浓，但它是那种用印度新香料去煮的。哦，
仿佛来到了印度的感觉。而且它米饭应该也是很 Q 的，很香哎，所以吃起来很好吃。哇，你看除了这两个，还有这个青酱意大利面，看起来也很厉害哦。对，所以大家肚子饿了来逛大润发，还可以吃到这些美食，真的太棒了，真的。家现在来逛大润发，没想到还有店中店可以逛哦。对啊，燕花，我刚刚看到宜得利的家居用品，还有迪卡侬的登山用品。天哪，这两个牌子都是我的爱牌，没想到我来大润发一次就可以逛得到。对，而且你看一下这里的装潢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对啊，而且它是由日本的设计师亲自去操刀，然后整体是用木造的建筑物。对。整个看起来很有质感呢，非常有质感。我好像来逛那精品百货公司。对，而且这里是以这个温暖方便作为这个出发点，就是让这个消费者来这里购物哦，都觉得说哇，也太方便，买得到各式各样的商品。对，跟我传统逛卖场那种冷冰冰的感觉不太一样。没有错，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个商品架是不是非常有质感？对，就是一个圆环。对，那他现在介绍的是日韩的商品。那这个听说会听换每一季会换，对，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哦，所以大家每一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惊喜。那这边呢，是不是整个感觉哇？还有这樱花树，对啊，哇，它来日本哦，对，真的是太美了。所以呢，现在来逛大润发，是不是变得非常的有质感以及舒服呢？过年要到了，在这个大润发中人店这里还有一个伴手礼区哦。对啊，我一直想要过年不知道买什么哎。不用担心，因为这里集结了所有台湾在地的美食。对，好，首先身后的这个，对，金门高粱，对，非常知名的金门高粱，还有这个格马兰威士忌，对，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那除了酒以外呢，来看一下这边。还有各式各样的，对，这个茶叶区哦，像我看到有什么阿里山高山茶、乌龙茶，对，乌龙茶之类的，送长辈一定很喜欢，对，送长辈一定最爱。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茶。好，除了这个饮品之外，还有零食区，对，而且它都有做这种伴手礼盒的设计。对，对啊，送长辈就整个就是很体面呢、欸。你看有这个凤梨酥，然后还有这个台中太阳饼，对啊，然后各式各样就是知名的这些伴手礼啊、零食都可以买得到。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装潢像哪里？机场？没有错，这里很像来到机场免税店，对。对好，这其实呢，之前呢，疫情之前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很喜欢来这里逛逛。但是现在比较少外国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台湾人自己呢，像现在过年要送礼，对，然后非常适合就是像长辈啊，或是我们年轻人都很适合来逛。对，所以来到大润发一定不要忘了来逛逛这伴手礼区哦。扫描商品这边，好，好，一家今天逛完大润发中人店，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超棒的，我现在就要打卡分享中人店粉丝团。对，真的是太好逛了，而且我告诉你，现在还有一个好康的优惠哦。好，就是即日起到228，只要呢持这个大润发联名卡，在每周六日到这个自助消费区消费满1500元，就送100元的大润发吉祥券。而且燕花，我跟你说哦，除了
中仑店，还有中和店跟新竹忠孝店都要改装重新开幕啦！哇，这么多家都有重新开幕改装，这么漂亮的大润发，欢迎大家有空一定要来逛逛哦！那我们宴会爱吃红什么就下次见了，拜拜。